有的话，先给我500个金币。如果不是能让我赚到钱的事，快过来，天气这么热，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。再见。最近搜集材料不太容易。 我现在缺少个帮手。赚不到钱的事我不做，没有意思的事我更不做。我们一起大赚一笔，怎么样？
好像在哪见过你。下次给我带点东西来吧。真希望谁能来帮帮我。我现在缺少个帮手。Thank you.
这里是六位英雄用过的仓库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这里的仓库都很安全。分辨对错是一件很难的事，虽然今天要办的事堆积如山，
没看见我很忙吗？没有我安娜做不到的事。拉达梅斯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巨大发明。再见。Thank you.
维斯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巨大发明。再见。
你想买到好东西，就找对人了。希望你经常光顾。买到好东西就找对人了。你是来买东西的，还是来修东西？
带的这些钱能买什么东西？光顾了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些钱能买什么东西？下次来的时候，不要净带些不好卖的东西来。有什么事吗？你身上带钱了吗？时候不要净带些不好卖的东西来。
什么钱。下次来的时候，不要净带些不好卖的东西来。